双台风又来了，12号台风杨柳生成，13号台风周末要泡汤，13号台风也即将生成了。今晨，今年第12号台风杨柳，其中心距离海南省陵水县偏东方向约910公里，也就是北纬 17.0 度，东经 118.5 度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，中心最低气压998百帕。30至31日，受杨柳环流影响，珠江口及其以西沿海市县多雷阵雨局部暴雨，其余市县有雷阵雨。8月30日至9月1日期间，在海南或者计划前往的，需留意台风最新动态，当地的航班可能延误或取消，尽量回避。29日后，副高将被西风槽斩腰，导致引导台风前行的气流有所减弱，台风移动速度将放缓，路径甚至可能出现北翘，不排除趋向海南或雷州半岛的可能性。